我叫李津，我是从事新闻和媒体工作20多年的了。有什么令到会会心微笑呢？其实有时候能够帮到人，在街里面撞到一个不识的人，我只要能够帮他解决到一些很小的问题，可能都会觉得那一天是比较好的一天。当然能够每天早上起身见到自己的仔女或者见到自己太太，能够他们早上讲声早晨啊，笑一笑啊，其实都会令到你那天是有一个很开心的开始的。第一件事我会从一个正面角度看的，我觉得每一样东西无论它是多负面都好，总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学得到。譬如你遇到一些未必那么好的人，对你未必那么礼貌，但是想回头可能它亦都是给到你学习另一样的东西。不顺意的时候就可以学下在逆境里面我们怎样去想办法去将件事扭转，如果能够扭转到其实都有一种的成功感。当然如果有时候心情都会低落的，尝试冷静下自己出去行下圈，还有想回自己和小朋友玩的时候开心的情况，或者甚至看回一些他们的相片 video， 都会令到自己开心一点。